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 body， 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你生一群 baby， 我开始美丽的